独立学生。请多多指教。那么我今天要带来的是万代所推出的《魔物猎人》的周边产品。你这个盒子质感好好。Tiga Lex 风龙，它是 Tiger 跟 Lex 的组合体，光听老虎跟暴龙就知道它有多么凶猛了。那盒子的另外一面呢，有风龙的爪痕，不知道有没有勾起大家恐怖的回忆呢？那我们来看一下玩具实体的表现。那这一只轰龙呢，从头到尾大概有28公分，颜色上呢可能比盒子上感觉有些浅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轰龙的可动度。那它的头呢，嘴巴是可以开合的，里面的舌头也可以移动。然后不知道什么，它的眼睛非常的小，就是豆豆眼，小到有点看不见。那它脖子的部分有很多甲壳的分件，转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层次感。从脖子的下方来看也很好看，会扭。轰龙的前肢很强壮，那这只最多的可动都坐在它的前肢上面，手腕可以转动，每一根指头都有单独独立的分件，肘轴可以动90度，这边有一个过渡的肌肉。手臂可以360度的转动，那这边有一块部件可以控制这块翼膜的位置。这个翼膜的根部球冠有点松，容易会掉。给大家看一下它腰部的可动，甲壳地方都会跟着一起动。后腿也是前后可以动，可以往后面超过90度。脚掌的可动给大家看一下。之后看看尾巴，摇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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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前肢有很多翼膜，一片、两片、三片、四片、五片，都是可以转动的。最后给大家看看它的肚子，一扭动。那里面有附赠一个雪山装备的猎人小人偶，可以打架、拍照，还有吃掉。Game over。这次他们提供了轰龙的头部跟手部愤怒状态的部件可以换，替换方式就是直接拔叉。我的替换也是一样。拔下来了，然后把它插上去。原本状态下的这一块羽翼的部件是要拔下来的，愤怒状态下的手臂，愤怒状态下还有多一块这样的翼膜，把它插在这边，这是一个更加愤怒的状态，它看起来超气，羽翼整个都张开来的感觉，这就是轰龙愤怒的状态，完全体。说真的，给我们这些愤怒部件替换，还不如给我们断尾还有推石头的特效件，大家说是不是？那今天的开箱就做到这里啦。之前胡道做过轮转式的轰龙，但这次万代 SHM 版本的真的更大更有趣。不过除了眼睛做小之外，部件也有点松，都算是一些明显的小问题，就看大家自己决定录不录了。谢谢大家看到这里，想再看到我来胡胡的节目的话，就请一键三连哦，拜拜。
可爱，吃手手。注意看。呀。嘿、欸、嘿。来，不是他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就这样。吃手手。你，这被你，这条龙被你玩坏了呀！看到吗？手手，诶。